今天给大家演示用 Stable Diffusion 图生图功能，实现普通图片的换脸、换背景、换衣服的操作。进入 Stable Diffusion UI， 点击 IMG to IMG 按钮，选择图片，选择 InPaint 按钮。涂抹要替换的部分，选择 Masked Content 为 Fill 填充，选择模型，选择例子方法为 DPM 加加 SD Keras， 调整生成图片大小与原图相同。我想把美女变成帅小伙，输入如提示词：帅气小伙，浓眉大眼，八字胡。点击生成按钮，果然变成小伙了，再换一张试试。演示一下更换图片背景，选择一张图片，涂抹需要替换的部分。输入提示词：雨后的绿色草原。富士山为背景，樱花为背景。背景为池塘里的荷花。效果还不错。演示一下换衣服，选择图片，涂抹要替换衣服部分。输入提示词：蓝色校服。白色裙子。白色睡衣，紫色裙子。
裙子。牛仔服。还算完美。换件风衣，今天就演示到这儿。希望本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关注、点赞，感谢您的收看。